很想养宠物，但是又怕对动物毛过敏的宝宝，看过来。哦，有这样一只气球狗也很不错呢，利用小气球控制它的指令。一、喂食，通过抚摸还可以进行互动，通过声音互动哦，非常的可爱。快看，我的尾巴被拽住了，还可以放气呢，好玩吧？过节生日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，快把这一块带回家。